好，各位姐姐大家好，请坐。魏讲师好。好，请坐。好啦，谢谢魏讲师。感谢两位选手的表示，所以让我们获得奖之后，那后续有这个机会来跟他一起我们正式到场。那在还没有开场之前，我们都知道去年不休息不知道谁开奖，大活做成。就是这些大佛坐在这边，他们是怎么来的？其实千刀万刀，刀刀颗粒，千声万声，声声入耳。那趁愿意而来，有幸进入到我们的同仁们，是跟我们不休息不怕有缘，也是跟诸天仙佛有缘。但是崇德人，不可太多的自由，不可太多的理由，不可太多的借口，也不可以太多过自我的修行，这样你才有办法坐在上面这是不休息不跟我们慈悲的。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课程内容。那后学大概就针对我们的这几个大项来跟大家做一些相关的说明。那有些影片后学我们就不放了第一个前言就是三藏普顿因缘它的由来，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在三藏托上面怎样，在那个酒池里面在边大家同乐。但是这是老母的用意，那你不借这个场合你是没办法大家聚集在里面做一些相关的事项。所以趁这个时候，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相关衣服、我们的鞋子通通收走了，宣一宣我们才能够以跟老母订立这个相关的契约来到这人世间。民国30年，老母也曾经下来批了相关老母训的实践也是跟我们讲这些相关的事项，希望我们都能够该回去的要回去。那这个时候已经三秦末节年了。6万年来我们也经过在这人世间的轮回里面，应该有很多的业力的一个存在，那该清扫该清算的也都已经来了。那老母不忍我们这些众仙佛原胎佛子召集，所以说派了相关的名师下来。那当今名师当然就是两位七公老师和六位菩萨来统领天运，大开普渡，希望能够将我们这些原胎佛子都能够一同带回老母的身边。第二个就是名师应运大开普渡，普渡三朝。那黄埔实践里面就讲金本三奇劫苦不堪云，天该老地该残，这是一种轮回因为有成立就一定会毁灭，所以说在这毁灭之前，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些都能够带回去，不要一直留在这人世间遭受这劫难。那三朝普渡大家可能都知道，上渡这些七天仙，中度我们这些上人系，下度又名鬼魂，那这是亘古以来都没有的三朝普渡，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的来修。第二个就是道场的建构。那道场这两个字乃是我们诸佛菩萨为度化众生修行的路为成就未来佛的一个佛所所在。崇德人当饮水思源，立愿了愿，扛起这个继往开来的这种任责，程序薪火相传的一个道棒，这是我们道场这个二字的一个说明。那为什么要成立道场因由，也就是说当然我们今天要度化相关的众生，不是光靠一个人而已，而必须要有相关的一个组织架构，所以说最后终究有一个大的一个道场来完成这个普渡所缘的一大事因缘。那它的架构它运作方式就是第一个佛堂，佛堂就是道场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单位所在分为家堂和公堂。那家堂就是以个人家堂家庭来完成设立，那当然就是以相关的姓氏，比如说陈兄就是陈氏佛堂，后学就是魏氏佛堂。好，那公堂呢就是以多位堂主还有副堂主所聚集起来集合起来大家共同操办这个称为公共佛堂，也就是我们现今四楼是声音佛堂五楼是正统佛堂。那再往上就是区，那区就是有很多的公共佛堂所那边起来成为一个区。那有什么区后学等一下再跟大家讲。那道场就是由数个区所组合而成的，其范围就包含相关的一个县市了。好，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台东道场有几个区，就是有甲区
乙区亚塘区和宁善区。那当然甲区里面又分为甲一甲二，那乙区里面又分为乙一二三四，那亚塘区分甲一甲二，还有一个宁善区分宁一宁二，总共有这几个小区共编成一个我们整个台东道场。这是一个区的一个区别，以及道场的一个成立。好，那不休息吧，曾经跟我们持续呢要提升区的一个绩效团队。当然区的运作必须是团队坚强的一个火场当然整个区里面要靠很多的小公共火场来支撑。那火场里面当然有优秀的，也有标准的，也有需要加油的。那因为每个火场所成立出来的不一样，那在这里面有要相关的天职人员一个发心，要十组工作人员来共同努力承担相关的一个工作，必须要修办理念的一个精进，使区的运作才可以提升。那一个有绩效的一个团队缺一不可。那区完整就可以推动一个道场的一个格局，区完整就可以提升人才的全方位，区完整就可以传承修办的一个精神，它的完整就可以是我们未来崇德道场可大可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是一个区的一个绩效团队。好，接下来就讲到我们中一日班和十组运作。那当然在区里面它一定是有相关的一个点燃师，再就是中日班还有一日班，然后各工厂。那中日班和一日班就是承担的点燃师和我们佛堂里面相关的一个工作师，要承上启下。那这些就是彰显我们修道办道的一个忠义精神所在。那这些人员当然对上要忠，对你自己平辈这些等等的我们要有义。那中义日班所采取的集体领导整体带动运作方式，那各区团结合作，要团结共生，济弱扶倾，使各区各坛道路蓬勃发展，年年创造三多四好，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用意所在。那老师曾经跟我们慈勉经营三多，那一多就是闻道者知道道的一个殊胜，然后求道之多那第二个当然进入这个法会来召开法会的，这是第二多。那第三个就是闻信语然后来进班的，就进修班班员多，这是三多的所在。那其中我们能够知道三多的乐者成为好道那知道以三多之其殊胜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根器后也。那三多为净德修办的端，使我们使命更成厚。那三多的可证大道心传，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具备这个大愿力好，那十组运作分工合作，推动道场道务工作。那最主要就是道场希望每一个人都在一个相关的定职上面都有相关的事情来做比如说我们法会推动，当然就有十组相关人员到各组去做他相关一个事项，这就是人尽其才，各尽其职。那每一个组别都有他相关的运作所在。那当然还有八大人才库提供每一个人到达他的定位，发挥他的所长。那十组大概就是这十组。那其里面还有一个成田组，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因为固本除强，所以再从道务组里面区分一个成田组，但实际上还是道务组里面这是最主要的。好，那发一重的道场发展的一个现况，其实在我们发一重的里面大致的都已经跟各位讲过了，我们就看过就可以了国内有九大道场，那就是社会界和学界各有九大道场，那国外七大道场，海外有17个道务中心。那道载因材施教设有三界就是社会界、学界和青少年界。好，那道场它的殊胜意义最主要提供我们学修讲办行的一个地方所在，因为道场它是一个平台，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站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发挥他的所长。好，在求道方面当然就是透过名声一指点能够找到我们自信所在，那好好的发挥我们原本的这个妙智慧，那得到我们该回去的一个这一条路。那第二个就是学道，那学天之德地之厚，学海纳百川这些等等的，让我们心量能够更宽大，心灵能够更提升，智慧更增长，最后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发光。那修道就是里面讲最主要在
借着啊修的过程当中能够啊改毛病去脾气，真正啊是啊用意在这里。第四个就是讲到，当你到达某一个程度，说实在的，你在不管你有没有进班，或是啊刚刚求完道，其实啊你都可以啊弘法利生啊，就是啊把这个道的好处讲出来，来度化众生，进入啊这个啊离观道里面。那第五个就是办道和行道，那就是啊替天来行道，度化众生啊，为老师分忧，将该带进来的带回啊我们啊这一条法船上面。好，第二个，道场是我们温馨的家，那我们的灵性都是来自底天，也就是老母的一个分灵所化。那道场里面，我们啊佛堂，可能啊都可以看到有二十个字，就是啊这二十个字：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然，就是老母的一个这二十个字一个代表。那佛院也有，只是说你可能看不清楚，好，那无极莲也就是我们灵性的故乡的一个故园，那这是我们白羊修士最终修完必须要回去的地方。当然我们回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啊天佛院，它有分内和外，内院就是我们已经有亲口人员就在内院，没有亲口就是在外院再去啊做啊相关的一个修行。最重要在这人世间修行的过程当中，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那从现世修办英语来说，那我们这两位名师都是啊天命名师，那我们都是啊白水圣地的一个后学，不修习方的一个后学，我们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八一崇德这是啊崇德课程里面有讲的。那我们身为崇德人，当然就要做一个标准的崇德人。那不修习方也曾跟我们慈悲这标准崇德人，来我们念一遍：标准坚持智慧慧，内设外观圆满身，尊称规矩主德问，偶佛陀师道长尊，崇高品性得公认，心愿成佛皆清净，得者若谷灵清净，大海若入心纯真，人有壮志天主正，人有善念佛祖分。标准崇德人就是啊不修习方跟我们慈师的，我们针对啊这些相关的，我们去好好去修，当然就可以上天都会啊有所助力。好，那在民国十九年师尊师母同领天命时候，就啊把这个大道普渡都能够啊办理开来，就是最主要铺道也开始可以啊进入这个道场了。好，崇德人要学习菩萨精神然后啊我们都是这条法船的一个什么员，不修习方是领航员，但是我们是什么船员，船员我们是什么员，我想一下来穿第五个，道场创造幸福美满的家庭还有满生的好地方最主要就是让我们都能够福慧双修，大家能够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都能够积德积些等等的来改毛病去脾气，大家在这个家庭里面都能够和谐完成立德立功立言，创造生命的无限价值老师曾经跟我们讲了崇德这两个字大家不简单能够实施才能进入到崇德，所以说针对崇德我们要好好去了解，它不是宗教的一个名词，更象征一贯心传的精神，更深具历史重要的地位。为什么部本图强过来以后老母曾经册封册颁了第一个忠义鼎，第二个万世金钟，后面又来一个号召令，当然第三样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就看我们在这个后如何去努力它是燃尽前人被生命运化成的莲花它是刻在千百万后学心间上的名字，它是菩萨倒装来降世趁愿来的愿力，它是印证道真理真天命真的殊胜，所以说崇德不简单它是整个一贯道道场里面道务量是占了60%以上所以说是拥有这个天命的非常具它的意义。好，道场的宗旨和理想及新政策，那佛陀师尊曾指示道之宗旨大家应该都有在背
啊，因为从我们新营班开始，每一个班都有安排大家背诵相关的一个科目所在，那大家好好去了解。好，那世界大同是圣人的理想，那天下义源自于道，伦理道的伦上当然不是啊只靠手可以做，而是要靠我们自己本身这个道啊，才有办法来援救，是圣人的心智。那前人比的师尊师母的心智啊，还有啊这些古圣先人的精神，希望就是啊把这个道能够推展弘展，让大家都能够早日完成弥勒净土的一个世界。好，第二个道场的理想，也就是啊如同老师啊三大理想，先天度化众生，第一后天就是啊希望移风易俗完成啊大同世界，那第三个就是继往开来恢复啊固有的道统文化，希望把我们伦理道德能够推展出来，尤其因为现在社会风气并不是很好，也就是啊一些啊教育都把这些通通删除掉了，那我们必须要靠着我们来啊完成这些相关的宏愿。好，那有关于新政策方面，那不休息多大辞事呢，一个道场能够弘展，最主要要有一群冲锋陷阵的兵将、哦、啊当然啦、啊、你看看俄罗斯和、啊、乌克兰两边在作战，作战当然是军人，那、啊、军人他有兵也有将，你没有将啊来领导这些士兵来啊冲锋陷阵，那当然也没办法完成这场战争的，所以说要有相关的一个、啊、冲锋陷阵的兵将。一个道场可以说可以长长久久，是因为大家有这个感恩的心、慈悲的心，有报答天恩的愿，有今生今世定要修成的大愿力，因为大家都具备了这个愿力所在，所以说才有办法来呀、啊、协助道场来推动相关的事项。道气鼎盛，人才济济，道风优良，传承永续，重在集体，贵在前瞻，诚在实力，踏实当道，虚浮远扬，那质量提升，精进修办啊，我们的人数非常多，这、就是量，但是啊，要从量里面来提升值，就是人才的一个培养，这是道场永续宁静向心力的一个首要工作。那在政策面方面，帮助促进道路发展，值那量增值长啊，那最近不是都在讲帮助促进道路吗？就是啊这个原因，重视德智班成为副堂主还有堂主。啊，当我们是一个啊培德班的时候，就是啊能够啊希望啊成立啊进来我们啊公堂里面当一个啊副堂主啊或是啊堂主。在执行面方面，就是强化中义日班的运作，强化道经的成全追踪检核。啊，中义日班当然是啊整个啊公堂运作的最主要一个体系所在，那它能承接的上，那也要对下。这样才能够啊有所啊成长啊才有成果。那强化道经的一个成全是大家的一个啊责任，并不是啊只有这少数人的，而是大家要去完成的。只起步的虚，达到有成果的实啊，有些是虚数，但是啊要我们量一大是一个虚数，但要实在完成一个人才，这才一个啊实。将先天优质人才导入三线共构，由班成天职。参办实属不断积功累德，以达成圣成贤。那我们三性共构就是啊，最主要我们的一个啊修道修办道成图里面，待会应该会有。好，道场的教育啊，因材施教设有三界，可能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都已经上过方一崇的课，后续就不多讲。好，这是啊高中部青少年界的教育，还有啊我们最主要一个崇德学院硕士班在天悦佛院。那一边，好，道场对于国家社会的一个贡献，在文化教育方面，当然道场重视人格教育的一个培养，然后举办相关身心灵成长以及进修班，那率先进修班各位已经刚历练过啊，刚完成这些相关的一个课程所在，也了解到我们真正的人生的真谛该去如何啊实行。那五年进修班就是啊，希望透过这个班程的、啊、一个、啊、了解。从里面获得了相关的薪资，使家庭啊因为道而更和乐。那讲师培训班就是啊培训你啊站在这个、啊、法台上面的人员。好，那文教基金会早先在前人在的时候成立了这五个崇德、崇仁、崇礼、崇义、光会，在明去年的时候再增加了一个崇智和崇元，崇智就是苗栗，崇元就是我们台中道场。那文教活动有办这些相关的活动所在，
啊，尤其暑假里面还有办很多立德班的，什么四 Q 成长一些等等的，都是针对啊青少年界来我啊实施的。那希望我们青少年界也奠定啊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那社交活动有很多，慈善活动也有很多，啊，我们都是默默的在做，而没有透过相关媒体啊来做简介。但是我们因为这样获得国内外政府的一个肯定和表扬。好，那我们都知道，第一个我们要珍惜此生，得到殊胜因缘。哦，我们啊今天来到这边，都是啊有缘有份啊，才能够来到这里。那我们既然有缘有份，我们就要好好掌握现在这个得到一个殊胜因缘。那我们要把握当下，好好透过我们现在这个修行来完成家庭圆满的一个永恒。最主要我们要行功了愿，来报答天恩师德。那我们有这个道场，我们必须要感恩这个道场。我们最后就来唱这一首歌，感恩道场。为我指引大道走，这么不
再是传说，真正教会告诉我，是我摸索过，人间岁月转眼过，一路为何长久？菩萨牵着我的手，爱我等我引导我，和他齐加油，面对困难不退缩。菩萨牵着我的手，感恩报恩记心头，心里就充满念佛，心生恩力常不休。菩萨牵着我的手，爱我疼我引导我，为我打气加油，面对困难不退缩。菩萨牵着我的手，感恩报恩记心头，手中攒念佛，只是恩力常不休。今生恩力常不休。好，我们感谢不休菩萨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道场，让我们能够在道场里面来行功了愿。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的走，好好的把握当下，来完成我们应该做的事项。好，后学今天就讲到这边，不圆满地方，不有心，我准备自备。我们超时讲师做补充。好，一。二，谢谢魏老师，够快了，三，几错。